就是钥匙扣的五金到了。对对对，那个拆包的 LV 钥匙扣五金到了，可以开始做了。这就是我们上回自己做的那个改的，剩的一点点。对，你看够不够啊？应该是够。因为这个板我帮你搞好了，你看一下，对一下花。对了，够吧？够。够两个不？因为五金件买的有多的。再对一个那个 LV 的花，就是这个是叫什么圆的和哦这个哦，那就在那个 LV 的就对个 LV 吧，那个 LV 的那个 就留着我自己用吧。这个然后贴的是吧？对，背面的，你看一下行不行？可以，这个纸头手感还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。OK， 这个是黄胶，不是粉胶。对，因为这个胶料的话，粉胶有的贴的不太紧。对，这个用法嘞，类似，涂了之后亮一下，请不要深呼吸，这时候尽量屏住呼吸，否则你会后悔的。我已经有点后悔了，我觉得我需要去拿个口罩。我也觉得，这味道有点。要不我们暂停一下，拿个口罩吧。好，戴上了口罩，可以继续了。对，为了防疫要求，我们还是把口罩戴上比较好。虽然武汉40度的热天，往后靠一点，因为你毕竟这个是溜了溜了溜了，让它晾一会儿。这个是贴的大料，对，贴完大料之后，然后再裁它。如果两边都是很软的皮的话，就不要直接滚，上面垫一块纸板或者尺，再把多的给裁掉，裁掉。其实这一步不是特别必要，就是看着有点强迫症。那你要用那个锯齿裁。不，顺带说一下 ，LV 那个材料。它既不是皮也不是革，准确来说是一个帆布涂层材料。对，要把它贴上去了吧？对，要把板贴上去。这个时候用的是粉胶，板的背面涂胶略微厚一点点，相比起来粉胶的味道清新可人多。对，我们现在都没有戴口罩了，只是相对来说，反正我隔得远就还好，那个胶就是隔这么远都没用。贴的时候要注意对一下花。对，其实照说的话，如果是皮料织的宽度了，织的长度了，直接裁就行了，但这个不一样。这个声音就是不刀把那个经纬线割断的声音，但是别看这个小东西，它还得上边有缝线安五金。东西是小，五脏俱全。嗯，你看这样就是没有那个的，这样撕下来就是没有胶印的。再来把第二个裁下来。对，因为是立马裁，对那个粉胶就还能接着用。其实板的作用主要是对花，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皮料的话，你用尺裁就行。固定，对，固定宽度的一个长条嘛。它背后刚刚垫了一块那个皮，是因为那个地方没有皮了，尺如果压下去会容易歪，所以垫一个同样厚度的皮在下面。对，为了稳定尺，一个小小小小的技巧。对，前面配皮用啥嘞？配皮，这个后面不行吗？也可以。那个配皮没多大吧？没多大，它只有这个量的，2平方厘米差不多。我去跟他找个马臀来，等一下。我刚看了，这里面有一点马臀碎了，你拿了，这个就够了，差不多。嗯，还有这个呢。这个可能好搞一点。对。OK。其实这个也够呢。行。要两个嘛，反正不是做两个嘛。
对，然后再去把它裁下来，然后有些地方要先磨一边，等一下不是还有一个吗？用这个绿色，我刚才找到，我觉得这个绿色做的也挺好看的。你挺喜欢绿色的，我发现了。没有啊，你还不是喜欢绿色？你还有绿帽子呢。我没有绿帽子，这话说清楚，我没有绿帽子。绿色的毛线帽子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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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马臀的那一部分就直接用床面打磨就好了。这种胶料不好打孔的时候，用美纹纸贴一层。这美纹纸比那个还宽一些吧？对，多了就裁掉。这样的话，在那个美纹纸上画边线就是看得到的，看一下，看到吗？嗯，看得到。像这边打完就打另一边，然后他就把这个缝起来，缝的时候要把那个美纹纸揭下来。这样接下来也不会在那个料上有印记。把这一边缝上是吧？对。这边缝完了，再缝下面。OK， 好啊、哦。把那个锤面展示一下，锤面就是锤面，对，它这种光面平锤面用来敲线用的。就是每回看这个颜色的边就感觉像巧克力酱。就是第一边边油上的稍微厚实一点吧。对。烫一下。做铬柔的话，烫面机算是一个必须。对。做铬柔的话，削边器用不到。基本上用不上。对，就是如果你只做铬柔不做直柔的话，你买削边器的钱就等于烫面机了。毕竟削边器也要好几百。嗯，但是我们是既做直柔也做铬柔，所以又买了削边器又买了烫边器。本来每回都是挺干净的桌面，然后做到后来越来越干净了。来，因为它的比较平整，所以可以直接用1200的那个砂纸稍微砂一下，带一下，带一下之后，然后再上一边边油。对，这边就是等一下那一边就是薄的。嗯，对。这一边是薄涂，所以就用了纳米海绵。有的时候有些人问上几边边油，这个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，你还是要看具体情况。比如我这个就是目前只上两边，它就比较平的。如果你那个皮的边缘坑比较多的话，可能要上3到4道。对，都有可能。你像有的人切的不齐的，那里边油上的边数就多了。对，这是为什么？就是先把它下大量，然后把它裁，这样的话它就边会整齐很多。抛一下，对，上完了用2000打一下，然后再直接一抛就行了。把这个五行尖装进去，把那个一圈线缝完。对，就这一圈。对，这一圈线缝完，有点厚，不是很好拔了。缝好了是吧？对。你从中间出来了对吧？对，从中间抽出来。Okay。